用上原本的医生，请问你是？柯小萱巴肚底的囡仔是免死金牌啊，那也无在了对付人事哦，较袂甲家己找麻烦。你怎么做的？明仔载我先去你遐去传互你听，地址才传互我。你的人敢真正是如意？啊，伊若是转来啊，那袂跟我联络，敢讲伊对我阁无法度了解。你不是原本的医生，请问你是？柯小萱巴肚底的囡仔是免死金牌啊，那也无在了对付人事哦，较袂甲家己找麻烦。你怎么做的？我真正无甲伊懵啊！我才几岁呢？是安怎要予人误会这款的代志？你就是中年人啊，做唔对代志就是爱负责任。你俩分工，你只嘛唔是，就当解决问题是。是大姐，伊拢差一点啊，把我害死啊！我唔甘愿，今嘛竟然连小萱都唔肯放过。有人无？竟然把我放开啊！你来把我放在这啊！在车底，我是你的小弟啊，大姐。你今天刚上班，小轩，我早归我们帮你送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